你要用那个是谁？大天是神，可是我怎么用？3、2、1，战斗开始！战斗开始！幻象宙斯，哇，他的头发出了闪闪金光，好像车轮转转转，戒指迷惑敌人攻击。让敌人晕头转向，哇！你看，就转转转，哇！我看的我都头晕了。难道这就是万象宙斯的终极大绝招吗？对。哇塞！终极大旋风骑士 Vigo， 啊，不是旋风骑士啊。旋风骑士。哇！万象宙斯，哇！你看，你看，他一直在那里转圈圈啊。他怎么着？裂开。哇，他很厉害，这次打得超级成功的。对啊，超级成功。超级成功，然后开始皮皮抓了。哇，他赶快，他开始扭啦，不可以用手。啊，要看他撑到最后一刻。哇，成功了。那接下来换谁？换意义尽神。用最强的绝招。为什么又裂开了？我没有了。没有裂开了。嗯。好。裂开了。我。裂开的神。裂开的要怎么修理呢？给你看看。哇，这个是末日邪神呢。嗯。末日邪神裂成三片。3、2、1，战斗！地狱生头拳。哇，这地狱生头拳。一进场就很用力，在中间这里转转转，第一双头剪是绿色的，绿色头剪，有最强的绝招，战斗吧，旋转吧，咻，战斗陀螺爆裂时代，冲啊！